試試看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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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又多謝，多謝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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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去跟别人攀谈。多謝。第三，学会发现这真的太重要了。多謝。因为我们的传统的美德是要勤俭持家，最好是把全部现存下来。那这样以后越来越有钱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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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行，行，不太。